乾坤之法道，问剑之心。进入白府。哼，秦府的跳梁小丑。学士练的吗？我多年未见过如此有天赋的年轻人。秦福出事了。家的那些小人带走，必须尽快找到家主的下落。你
夜光在这里守着你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反贼，哼，自寻死路。去给小混蛋喂点吃的吗？
这里，我帮你挡一下。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。同事追杀你，我偷听到这次追杀是九玄宫的指使。
远古神器。Thank you.
极品装备。有新功能开启了，日常试炼，每日20环，每环都赠送丰厚的金币和经验。